玉里警分局玉里派出所的警员陈胜元，他的阿嬷在日前过世了。陈胜元警家人有感于阿嬷生前是乐善好施，基于行善及行孝，决定把电仪购买白米帮助弱势家庭，让阿嬷的善行可以继续遗爱人间。玉里分局玉里派出所警员陈胜元阿嬷之前辞世，陈胜元警家人有感于阿嬷生前乐善好施，基于行善以及行孝，决定将电仪购买白米帮助弱势家庭，让阿嬷的善行继续遗爱人间。你一个人在，我保住呢。然后那个所长是。玉里分局表示，警员陈胜元家住高雄市，目前在玉里派出所服务。阿嬷之前不幸辞世，家属在感伤的送别气氛当中，却深藏着浓浓的大爱。我们有准备一点点，然后希望今天冬至了，希望大家平平安安，是，好不好？那米平安的米，对，这个吃一百二，啊，谢谢谢，所长要平安，所长。是，这是我们所长。哦，所长，你坐，派出所所长。分局长陈伟文说，同仁在第一线执行勤务，最能够深刻体会到弱势家庭的需求以及难处。执勤时结合工作，在能力范围内持续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让警察工作更有价值，是值得赞许的。记者高双双玉正采访报道。